那减这个客户呢，其实就是，那减这个客户其实我也没有收多少钱，那但是我就觉得他很用心，就真的非常非常用心，他想要把这个东西搞好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一起约线上剪辑，就是应该就是花了可能5天之类的吧，然后每天都花个3、4个小时，整个晚上然后剪到半夜12点这样子。就我觉得还蛮认真的，就很少很少人会有这么用心，然后可以跟着我一起参与剪辑这个部分。那他真的是花了还蛮多时间，我们双方都花了还蛮多时间。那虽然就是因为拍的品质原本就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尽可能啊，我也只能尽可能就把它生出来。那他也觉得 OK。啊，这样子就好啦，就是双方都 OK 这样子，就是一个新的挑战。